新闻继续关心的是地下战争放荡的，而且暴力特效，这是高贵市二十分被害人无能力来行销，被暴力特效。警方搜索地下战争，当场抄出着本票34张含小铺等证物，逮捕81岁老翁，依照当地罪依上法办。嘉义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，警方日前接获检举指出。有高龄81岁的警会人涉嫌在嘉义市经营地下战争。那经过追查之后啊，这个绰号“五猴子”男子啊，他年少时候啊，曾经啊混迹在啊北港车头。那我们追查了解之后啊，确实啊，他经营这个地下钱庄啊，以每月啊20分的利息啊，这。被害人啊，都因为啊走投无路啊。被害人因为真需要钱，才来向地下钱庄来借钱，也是清的日拉花的高利贷。被借贷者收取着月息20分的当利，又被利息抵押喘不过来，无法度偿还，竟被逼脱债务，所以离家出走来相骗，因此无法度正常工作，苦不堪言。专案小组今仔日持着搜索票前往着借贷者的住厝来搜索，当场取出着本票34张以及小铺等等的证物，也逮捕着81岁的老翁，以当利罪嫌来依上法办。谢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